牙周炎的炎症波及深部组织，如牙周膜、牙槽骨和牙骨质，可造成组织破坏，早期可出现牙龈红肿，后期出现牙周袋，继而造成牙槽骨变形，甚至牙松动和缺食。我们推荐一个缓解牙周炎症状的食疗方案：黛西莲子20克，银耳10克，冰糖1块，大枣5枚，姜1片，枸杞5克，加水适量，熬粥使用。根据个人食量按比例增减，长期食用对于牙周炎有预防缓解作用。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，请关注九轩小正念。